文心十月份配合议员拟善活动，此季志工团一连两周日分别走路正修二校及永章小学。借着影片分享，鼓励师生爱心助人，一起创造和谐有爱的社会。师姐在舞台上带动，让爱传出去，手语宣导一元以善的理念，鼓励师生们实践行善助人的美德。来自正修的477位师生及永章的318位师生，悉在爱与善的理念中从中感受，希望未来一起付出，为社会注入更多温暖。好了，我们有这个爱情入校园的活动，希望可以通过这个爱情入校园启发更多的善念呢。最重要的是刚刚有讲到一句近思语就是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，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。孩子们踊跃回答师姐们发问的问题。就希望如果有足够的能力的话，可以去帮助他们。OK， 你在之前来说什么？就捐给他们，然后给他们有东西吃，或者买一点文具那些给他们学习。孩子们了解了行善的真谛后，把自己所存的零钱投入爱心箱，痛失业令的助痛，继续发挥助人精神，帮助有困难的弱势群体。孩子们摆出一元一善的图形。在一元一善宣导后，学生们有所感触，希望未来自己也能当志工，与现场的志工一样，献出自己的力，帮助苦难的人。那这些东西拿来做什么？帮助其他人。OK， 你看到这些东西，你有什么感受？感觉很开心。然后你希望以后可以加入？我希望以后也可以加入慈济，帮助更多人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采访报道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